漂亮，再来按他旁偏身踩，不是偏身的，转过来踩，直线踩，再来，有点力大，对，力量一点，踩，一面骨也可以，放对，护手，好，再来，按过来，对，再来，对，对，他真的懂，对呀、啊，哦，不是的，那个不是假的。只是还没练成而已，没有熟练度标准度，这个以后要时间进一求精。只是你教懂他，他学懂起来，原则原理法度已经学懂了。懂了哈。因为你这些动作里面木人桩徒手也可以做啊。在学校看到那棵树木哈，你也不会把它踩坏的啦。你有一根树木也可以这样练哦，啊，护手哦，这样，然后有点力感，嘣一下，对，嗯，哎，再来，再来，拍，扫他一面骨，这是第一点，是用扫的啪，试看，再来，对对对对对，再来一按，他变，啊，扫。不是直直尖尖的斜的脚，对，啊，他旁边少，哦，是的，你这没话讲，对哈，再来，不错，有点力道。